北京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各位晚上好，我是金强。晚上好，我是张燕，感谢您准时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国务院日前批复了河北省人民政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二零一八至二零三五年）批复，说原则同意河北雄安新区总体规划（二零一八至二零三五年）。 总体规划牢牢把握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初心，坚持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坚持保护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历史文脉，对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雄安新区，创造雄安质量、建设廉洁雄安、打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新引擎，具有重要意义。 批复要求要紧扣雄安新区战略定位，有序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打造优美自然生态环境，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塑造新区风貌特色，打造宜居宜业环境，构建现代综合交通体系，建设绿色低碳之城，建设国际一流的创新型城市，创建数字智能之城，确保城市安全运行，加强规划组织实施。 从二零一九年一月一号开始，一批新的法律法规正式实施，涉及收入、消费等方方面面。今天的联播头条，我们将带您一一做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是我国首部电子商务领域的综合性法律，针对舆论关注的个人代购、刷单、大数据杀熟、捆绑搭售等，都做了相关的规定。电商法的实施，一个比较大的影响就是规范了个人代购和微商行业。电商法规定。 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除了电商平台上的商家，那些通过微信、网络直播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的经营者都涵盖在内，还有海外代购都是电商法的适用对象，因为他们不像淘宝那样有一个平台的监管嘛，所以你在。 呃，一些后期的一些维权上面是得不到保障的。我觉得要规范了以后的话，就可以让有一些人，如果他真的想要做生意的话，他就可以在那个法律的一个保障底下去做生意。有律师表示，曾经遇到过代购交易等诉讼案件，但消费者往往维权无门。电商法的实施能规范行业长期混乱的状态。 他都没有去在工商那里去进行一个登记，如果平台监管不严的情况下，那可能他就是一个匿名的人，一个假身份的人啊。有工商登记了，当出现这些事儿的时候，消费者很容易就找到这些人。也有消费者担心门槛高了，买商品会不方便。是说我偶尔帮别人带点东西，其实也是方便我们自己嘛。但是如果你说呃给他们的一个门槛特别高，那其实是对我们的生活不是很方便。就是他们可能也是小本经营嘛，所以就。 可能会比较难过一点。其实，电商法明确了，个人销售自产农副产品、家庭手工业产品，个人利用自己的技能从事依法无需取得许可的便民劳务活动和零星小额交易活动，就不需要进行登记。根据最近国务院正式发布的《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二零一九年一月一号开始，纳税人可以通过个人所得税手机 APP。 和各省电子税务局网站申报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记者打开个人所得税 App 软件，看到注册分为两种方式：大厅注册码注册和人脸识别认证注册。大厅注册码注册的方式需要先持有效证件到办税大厅领取注册码，才能够在 App 上完成注册。人脸识别界面与支付宝的人脸识别相似。 在通过人脸识别后，只需填写简单的信息，并设立用户名和密码即可完成注册。在主页面，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等六大专项附加扣除模块已经上线。以子女教育为例，每人每月有一千元的抵扣额。纳税人的子女接受全日制学历教育的相关支出，按照每个子女每月一千元的标准定额扣除。这里所说的学历教育，包括义务教育、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 年满三岁至小学入学前处于学前教育阶段的子女，可以按照每个子女每月一千元的标准定额扣除。填写完子女入读信息之后，可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百分之一百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按扣除标准的百分之五十扣除。具体扣税方式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能变更。 按照规定，提前填报了专项附加扣除信息的纳税人，在今年一月发放工资时就可以享受专项附加扣除。如果纳税人领取一月份工资前忘记填报或者填报晚了，可以在二月或者以后月份填报并补扣享受。国家税务总局近日发布关于取消二十项税务证明事项的公告，涉及一百六十八项具体办税事项，切实精简企业和个人办税时需要提供的有关证明。 从涉税领域来看，取消的二十项税务证明事项涉及税款征收一项、税收优惠十九项。公告明确，税款征收类取消了不可抗力的事故证明。纳税人因不可抗力需要延期缴纳税款的，不再需要提交公安机关出具的遭遇不可抗力的事故证明，改为在申请延期缴纳税款书面报告中对不可抗力情况进行说明，并承诺属实。 税务机关事后根据需要进行抽查，取消涉及税收优惠类的十九项证明，涵盖了一百六十七个具体办税事项，包括三十五个办税事项所需的单位性质证明，九十一个办税事项所需的房屋土地权属证明，九个办税事项所需的土地用途证明，五个办税事项所需的个人身份证明。 以及其他二十七个办税事项所需的产品合格证明、中介机构专项报告等。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看。在今天召开的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会议上，中国铁总对二零一八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且提出了二零一九年铁路主要的工作目标。 二零一八年，全国铁路完成旅客发送量三十三点七亿人，货物发送量四十点二二亿吨，客货运输双双大幅增长。到去年底，全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十三点一万公里以上，其中高铁二点九万公里以上。高铁互联网订餐、高铁加共享汽车、融资租赁等业务增收逐步提升。去年共开行中欧班列六千三百列，同比增长百分之七十二。 全国铁路固定资产投资完成了八千零二十八亿，投产新线四千六百八十三公里，其中高铁四千一百公里。二零一九年，铁总将继续加大西煤东运、北煤南运力度，全力承接港口疏港物资公转铁运量，大力发展集装箱多式联运业务，实现全年货运增量二点五亿吨，确保投产新线六千八百公里，其中。 高铁三千两百公里，铁路运输总收入八千三百四十亿元，非运输业务经营收入三千六百亿元。未来，我国还将完善铁路货运电子商务系统功能，总结 WiFi 股权转让经验，推进保险加养老地产等资本化经营，积极推进市域铁路列车公交化开行，持续扩大复兴号在全国的开行规模和覆盖范围。 来关注天气状况。今明两天，北方大部气温将逐渐摆脱低迷的状态，恢复到较常年同期偏高的水平。而从昨天开始，南方降水天气开启。今天，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等地仍然出现雨夹雪天气。预计明天开始到五号，南方将会有新一轮比较明显的降水过程，大部地区有小到中雨，黄淮等地有降雪或者是雨转雪天气。 从今天开始，广东全省的气温虽然开始缓慢的回升，但是受到前期寒潮影响最大的北部山区气温仍然偏低，最低温度在零摄氏度以下。其中，乐广高速粤北段部分车道因为结冰再次封闭，而京港澳高速云岩段路面依然处于大面积结冰，处于封闭状态。根据当地交通部门的不间断监测，一月二号，京港澳高速云岩段最低温度零下四点五摄氏度。 部分路面护栏有薄冰，云岩段全面封闭，所有从湖南下来的车辆依然要分流至乐广高速。而海拔较低的乐广北高速，最低温度零下一度，其中乐昌至平石西二十三公里易结冰路段，原来一号早上已经重新恢复通行的十五公里超车道，在二号凌晨再次结冰并进行封闭，目前有两条车道通行正常。 当地交通部门全力撒布融雪剂，避免结冰现象进一步扩大，影响车辆通行。当京广澳现在不具备安全通行的条件下，那么我们的乐广北呢，现在是全力保畅通。根据广东省气象部门的预计，从三号开始，广东全省气温将明显回升，高寒山区最低温度将回升至三度，而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将回升到十度左右。 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有不少地方就出现了消费市场供销两旺的情况。那么在广西桂林呢，人们的购物热潮让很多商家赚到了新年的第一桶金。节日期间，桂林市各大商场、超市迎来了新年的第一次购物热潮，特价商品、购物抽奖等促销活动吸引了大量市民。一个它这个食材比较新鲜，第二个呢，它这个价格也比较合适。 从整体的一个元旦销售情况来看，今年的形势是比去年要好有，有百分之十的增长。据记者了解，由于桂林市场上防寒服、家电、金银珠宝等商品价格比平时有更多优惠，因此此类产品销售超出商家预期，销售总额也实现大幅增长。 这我们元旦的销售同比增长是百分之十一点五左右。元旦过后，我们会进入春节的备货模式。商场负责人告诉记者，商场将会提前一个月进入春节备货，引进一线品牌，调整品相结构，以满足市民的消费升级。会积极联系供货商，呃，根据目前的市场需求，增加我们的销售品类和时令商品，满足大家的购物需求。 除了购买力以外，人们的出游热情也十分的高涨。在刚刚过去的元旦假期，陕西省总共接待游客八百六十二点三四万人次，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一。游古镇、泡温泉、滑雪、看展览等等项目成为了假期的旅游热点。元旦假期，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的西汉鎏金铜马展览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观看。这些国宝。 都是中国中国历史珍贵的一些文物，不仅做工精良，同时它背后都有一些历史故事，很有历史底蕴，特别的值得一游。今年咱们所有的展厅都开着，除了基本陈列，还有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特展，以及我们国宝厅的特展。三天时间，参观人数总共是两万五千人。与此同时，滑雪、泡温泉、逛古镇，也让陕西省冬季旅游热度不减。 据相关部门测算，元旦假期陕西省共接待游客八百六十二点三四万人次，旅游收入三十八点九六亿元，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一点零七和百分之十六点三八。大唐服务员，包括我们的大唐不夜城、新的唐人街的提升改造，吸引了很多周边旅游的来进行重复旅游。再一个就是文化和旅游的融合，通过旅游带动很多民俗文化的一个充充分的展示。陕西省商务厅监测数据显示。 元旦假期，陕西省商品零售额实现一百亿元，增长百分之十二点二；餐饮收入实现十五亿元，同比增长百分之十三点八。我们再来关注权健是。 件的进展。根据联合调查组的介绍，经前期工作发现，权健公司在经营活动当中涉嫌传销犯罪和涉嫌虚假广告犯罪。公安机关于二零一九年一月一号依法对其涉嫌犯罪行为立案侦查。同时，相关部门依法查处取缔不符合消防安全规定的火疗养生场所，开展集中打击、清理整顿保健品乱象专项行动。联合调查组有关负责人表示，合法的。 依法保护，违法的坚决打击，违规的取缔整治，绝对不允许打着直销的旗号干着传销的勾当。对于违法违规行为，要严厉打击，严厉查处，绝不手软。好，我们来看其他方面的消息。 居民楼没有电梯，老人的行动不便的人上下楼非常的困难，这是住在旧住宅楼里的居民每天都要面对的问题。那么自二零一七年杭州开始试点老旧小区加装电梯以来呢，目前全市共有五百多处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审查，那么其中二百五十六处完工。都说呀，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存在着一定的困难，那么杭州又是如何做到的呢？我们来看报道。 在杭州的浙大华家池校区，住户潘根生最近心情不错，因为在电梯专用公共账户上，二十万元已经到账了。这台内部专门设计了安全扶手的电梯，总体加装费用是四十余万元，政府给予的补助相当于补贴了近一半。潘根生住的三十四幢楼房高六层，建于一九九五年。因为十二户中有十一户是老教授，又被称为教授楼。这幢楼里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四位。 潘根生是较为年轻的住户，也已经八十四岁，出行不便一度是他们最大的难题。下面到上来，到我们个五层楼是六十七个达不到。我这个退休时间，那个四十斤大米啊，扛上来一点都不吃力。刚刚退休时间，那现在空手上来啊，走上来啊，没带东西都吃斤。如果能装一部电梯，就可以解决出行难题。 但是想装电梯并不容易。二零一零年，潘根生就提交了加装电梯的申请，可直到二零一七年三月，事情仍然没有眉目。一零年开始到现在，头位是八年，啊，那就真就是真正是是跑马拉松啊。所有的申请到了社区，因缺乏相关政策，社区也不知如何是好。二零一七年，杭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的相关政策出台。 三十四幢的住户们向社区提交加装电梯的材料，在反复沟通协商后，加梯方案在二零一八年一月四号通过了联合审查。第二天，加装电梯的公司便进场施工。八年来的难题一招破解。它这个设计是，一秒钟是一米，啊，我们这个十九米多一点，所以理论上面就要二十秒钟就到了，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节省体力、节省时间。 啊，这个对老年人是当然很方便。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杭州全市共有五百三十一处加装电梯项目通过审查，三百九十七处项目开工，其中二百五十六处完工。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杭州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在过去的一年当中取得了很大进展。那么开展这项工作存在怎样的难题，又是如何一一破解的呢？ 华家池三十四幢属于杭州第一批主动要求加装电梯的老旧小区。当时在浙江既无相关政策，也无前例，没有人知道该找哪些部门，该办哪些手续，很复杂，有大概二十来个部门要通过。他说：“你建一个道电梯，相当于建一座房子。”现在呢，没有相关的政策，呃呃，比较为难。二零一七年，杭州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试点工作启动。 确立了业主主体、社区主导、政府引导、各方支持的原则。住户们不需要自己去跑各个部门去办手续，只需要将相关材料准备好提交到社区，在经过十天公示无异议后，由所在区的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协调各部门论证方案的可行性，并进行联合审批。比方说这个方案可不可行啊？现场踏勘之类的前期工作，政府已经有介入做了。那么。 从面上来看是一次联合会审，但事实上就是我政府通过多跑腿、勤跑腿，那么把所有的问题啊，嗯，先考虑在前。据了解，老旧小区加装一台电梯需要五十万元左右，再加上维护、保养、管理和电费等，让许多有安装意愿而资金紧张的住户望而却步。而根据《杭州市加装电梯专项资金补助使用管理办法》，市区将各补贴十万元。 除去这二十万元之外的费用，才由住户承担。安装电梯涉及到的电力、通讯等管线迁改费用，也由政府财政承担，不需要老百姓支付一分钱。在这样的基础上呢，我们也是打通了公积金的提取通道，这样多方面呢是帮老百姓解决这个资金筹措的这个难题。明年，杭州市还计划出台电梯管理条例，把加装电梯和普通电梯并轨。 从法律法规的层面上进行设计，依法管理。 今天的联播调查，我们来关注一下苹果的价格。二零一八年的春季，在苹果生长的盛花期，像甘肃、陕西、山西和河北这样的主产区，出现大面积的低温冻害天气，造成了大幅度的减产。是的，我们看到随之而来的二零一八年秋季苹果收购价格大幅的上涨。以直径在八十毫米的红富士苹果为例，全国批发均价呢是超过四点六元的。那么这样的价格也是近五年来的高位。 元旦过后，春节临近了，那么苹果的价格的走势又将会如何呢？侯仲峰是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的果农，他告诉记者，2018年家里的十六亩果园一共收获近三万斤苹果，相比上一年减产了一半还多。不过令他欣慰的是，目前这些苹果全部卖了出去，而且价格是他种苹果二十多年来卖的最高价。啊，三块五、三块六，高出一块五毛钱。 据侯仲峰介绍，除了价格卖得高，卖的速度也是超过他想象。一八年十月初苹果采摘后，还没出地头就卖完了，而往年基本要到下年六七月份才能全部卖完。前年、去年,年都是推到过了年了，今年的话就一点都没有。价格高赶紧卖嘛。今年贸易商今年提前采购了，可能提提前二十多天。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的统计数据显示。 二零一八年全国苹果产量预计在三千二百万吨左右，相比二零一七年减产一千多万吨，产量的大幅下降带来了价格高涨。二零一八年秋季新果下树，收购价格就冲到高位。以直径在八十毫米以上的红富士苹果为例，二零一八年十月份收购均价在每斤四块钱以上，同比涨幅超过百分之三十。到了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份，收购均价涨至每斤四块三毛钱左右。呃，气候发生比较大的变化。 所以这样导致呢，整个产量啊降低降低很多。那么今年以来呢，就在这个价位这个高位啊一直在波动，就没有下来。 受到去年初天气的影响，苹果的产量有所减少，再加上优质苹果不多，所以市场价格一直是高开高走。虽然价格上去了，但是销量却和往年相比减少了很多。目前全国苹果的入库量也是五年以来的最低点。由于看好后市的行情，很多贸易商也出现了压货吸售的现象。在陕西省渭南市白水县一家大型苹果贸易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 二零一八年，由于苹果大幅减产，他们从九月中旬就开始抢收苹果，相比往年提前了至少半个月。然而，即便是这样，他们现在的苹果库存也只有九千多吨，比往年减少了一半还多。往年入库的话，基本上就是呃两万吨，应该在十五年之内，今年是最低的。据了解，冻害天气不仅影响了苹果产量，同时也影响了苹果质量，导致入库量减少。 一般情况下，只有质量好的苹果才能入库。数据显示，二零一八年全国苹果入库量约为六百多万吨，相比前几年的一千万吨左右，至少减了四百万吨，这也是五年来入库量最低的水平。库存大幅下降，苹果价格高涨，销量也比往年少了很多。目前的话，就是相对来说市场需求，嗯，也不是那么很大。我们每天的话，大概就是六十个工人，嗯。 一天大概就是出个七万多斤。苹果市场交易冷清，销量不及往年。一方面是由于二零一八年苹果价格高涨，减少了一部分消费；另一方面，也有贸易商看好后市行情，惜售压货。啊，对于我们来说，大家都想往后再压一压，再拖一拖，看能不能还有个好的价格。我觉得话要涨价的话，应该在明年的四五月份之后。 质量好的话，应该能涨到，我估计我们的八零的能涨到七块钱。实际上呢，苹果的价格高涨在期货上就有所体现，主力合约从二零一八年五月初的每吨八千元左右，到九月份一度上涨超过每吨一万二千元。那么业内人士就认为，苹果期货上市一年多以来，对于产业链上下游带来了一定的影响和变化。陕西华盛果业集团是国内规模较大的苹果贸易企业。 他的负责人介绍，在以往的苹果收购季节，由于市场透明度不高，苹果收购价格主要是在贸易商和果农的博弈中逐步形成，及时性和准确性不足。二零一八年苹果秋收，由于减产带来市场变化较大，但是价格却不乱。过去的这个价格是不透明的，这个行业比较这个价格每年收购是比较乱，但是今年呢，你看十月份收购，盘面价格大家都围绕盘面价格进行来收抽出。 这个是我觉得这个定价模式的话，对比较透明了，改变了。此外，在苹果期货上市前，贸易商等对苹果分级多依靠主观判断，容易造成同一批苹果品质各异，影响苹果的整体价值。在苹果期货上市后，市场各主体逐渐重视苹果的标准化分级，通过自动化筛选设备，苹果的大小、表面的伤痕、糖度等，甚至是不是有霉心病都可以检测出来。 全产业链上的企业，不管是冷库还是物流企业，都会提高自己的管理的水平和技术标准，因为交割标的物对冷库对物流方面的结果性的指标都能体现出来。你存不好，硬度一降低，你到时候这个还成为不了交割品了。而苹果期货通过搭建资本与产业对接。 一方面可以有效帮助果农和企业规避风险，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淘汰落后的技术理念方法，引领产业升级。保险公司，它可以利用期货市场对冲它的价格风险，从而开发出呃适合于农民使用的这种价格保险，给苹果在商品属性以外增加了一个金融属性，让更多的社会资本关注于这个产业。 正在直播的《经济信息联播》，欢迎各位继续收看。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与民主党在美墨边境墙预算问题上互不相让，美国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在关门状态下迈入了2019年。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人打算在1月3号，也就是新一届国会议员上任当天，表决最新拟定的拨款法案，以期结束政府的停摆状态。据路透社最新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邀请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领袖二号到白宫就边境安全问题开碰头会，不过目前还不清楚国会两党领袖是否会去白宫开这个会。一月三号开始，美国新一届国会正式就职，民主党重新夺回众院控制权，这使得特朗普和共和党人损失了一项重要筹码。 媒体推测，一月三号拨款法案表决将成为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以后与共和党和特朗普的首次冲突。美联社援引众议院消息人士的话说，众议院民主党人定于一月三号表决的法案分为两部分，其一是维持向国土安全部的现有拨款，直至二月八号，即十三亿美元用于边境安全。 不包括特朗普要求的五十亿美元边界隔离墙建造开支，其二是拨款大约两千六百五十亿美元给与隔离墙无关的部门，包括农业部、内政部、运输部和司法部，直至现有财政年度二零一九年九月三十号结束。法案的这两个部分将分开表决。 随着政府停摆延续，特朗普与国会两党所受压力在增加。特朗普在2018年12月31号接受福克斯新闻台采访时重申，他准备好随时与民主党人进行谈判，但他也不忘强调，美国需要边境安全，建造边境墙就是保证安全的重要部分。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俄罗斯。俄罗斯紧急情况部门发言人今天通报说，救援人员在垮塌的居民楼里又发现了两具遇难者遗体。目前呢，这起事故已经造成了至少十八人遇难。此外，仍然有大约三十人可能被埋在废墟当中。而在一号，经过持续的救援，一名十一个月大的婴儿在零下二十六摄氏度的废墟当中被困三十五个小时之后，终于被成功救出。 救援人员说，他们在现场搜救时听到废墟中传来哭声，随后立即展开救援行动。不过，救援行动进展得很艰难，因为困住这名男婴的断壁残垣很不稳固，稍有不慎就会伤到孩子。好在，在一番小心翼翼的施工作业后，孩子终于得救了,了。 Я со старшим в обнимку спала на диване, а у младшей в кроватке спал. Со старшим провалились. кроватку я не знаю, что там где-то. Со старшим провалились и вылезли без... подошел, начал разгребать сам, вроде как... Ну, они просто стоят и идут. 救援人员说：“是婴儿床上厚厚的被褥救了这个孩子一命，但毕竟他已经被困了三十五个小时，而且这两天当地的气温很低，最高气温也只有零下十几摄氏度。经医院初步诊断，这名婴儿的四肢被严重冻伤，同时还存在闭合性颅脑损伤、小腿多发性骨折。下一步，他将被送往莫斯科进行抢救。目前，救援队仍在昼夜不停地搜救并清理废墟。” 但救援人员担心，随着时间流逝，在废墟下找到生还者的希望会越来越渺茫。卡塔尔官方宣布，从今年的一月一号开始退出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他的退出理由是要扩大天然气生产，以确保卡塔尔在全球天然气生产和清洁能源出口的大国地位。但是，也有分析人士说，卡塔尔退群的背后还有其他考虑。 卡塔尔加入欧佩克已有五十七年之久，但它的石油产量并不算高，日产量约占全球市场需求量的百分之零点六。相比之下，卡塔尔在天然气领域更具影响力，它的天然气储量位居全球第三，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名列全球首位。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日前宣布，今后几年内可能在美国能源领域投资至少两百亿美元，同时为国内增产液化天然气寻找国外合作伙伴。 据路透社报道，卡塔尔持有美国德克萨斯州黄金县液化天然气接收站的多数股份，美国埃克森公司和康菲石油公司是另外两家小股东。兼任卡塔尔国家石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卡塔尔能源事务国务大臣萨阿德·卡比说，卡塔尔打算进一步与合作伙伴推动黄金线项目，预计很快做出最终决定。卡比还解释说，卡塔尔退出欧佩克另有原因。 其中之一是美国国会部分民主党议员眼下正酝酿推动2007无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的立法。据介绍，这一法案一旦生效，美国将取消目前欧佩克成员国享有的相关司法豁免权，欧佩克可能将面临一系列反垄断诉讼。美国司法部届时将可以就所谓欧佩克成员国操纵油价向美国法院起诉。其实，近十几年来，美国政客一直尝试通过这一法案。 却屡次遭到时任总统的否决，但眼下的情况似乎发生了改变。本届政府已多次炮轰施压欧佩克，并表达对欧佩克的不满。据消息人士透露，推动《2007无石油生产和出口卡特尔法案》立法的部分美国国会议员认为，法案这次闯关很有可能将获得成功。好，更多的消息，我们再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作为海南自贸试验区先导性项目，海南自由贸易账户体系于一月一日正式上线运行，各类市场主体可按规定开展适用于海南自贸试验区港的投融资汇兑及相关业务。目前，中缅集团、中船重工等企业已经率先开通了自由贸易账户。记者今天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 全国口岸实施中国公民出入境通关排队不超过三十分钟举措以来，边检人均查验时间减至四十五秒，大型口岸高峰期旅客候检时间环比缩短约十分钟。云南省大理市从昨天起对洱海实行全年封湖禁渔，禁渔期间，洱海全湖禁止一切形式的捕捞作业，对银鱼实行特许生态捕捞。 捕捞时间、捕捞区域及捕捞方式，由市洱海保护管理机构根据监测情况制定具体捕捞方案，按程序报批后执行。今天上午，随着衢州港龙游港区开港，钱塘江中上游航道全线通航，打通了浙中浙西连接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水上通道，每年可直接节约运费九亿元以上。至此，浙江省十一个地市全部实现通江达海。 从二零一九年起，五年内广东全面禁猎野生鸟类，其中对于捕鸟的数量和方式都做出了明确的规定。一旦涉及使用捕鸟网、鸟类电子诱捕装置或者猎捕二十只以上的野生鸟类等行为，都会面临入刑。印度尼西亚抗灾署二号通报，截至一号下午，印尼西爪哇省上月三十一号发生的山体滑坡已造成十五人死亡、二十人被埋、三人受伤。 由印尼国家搜救局组织的联合救援队目前正在现场展开紧急搜救，但当地持续大雨、电力中断和通信不畅，对搜救工作造成影响。韩国环境部表示，自一月一号起，韩国两千多家大卖场以及一点一万家店铺、面积超过一百六十五平方米的超市将全面禁用一次性塑料袋。 如果被发现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商家将被处以最高三百万韩元（约合一点八五万元人民币）的罚款。一号，英国薪酬新规正式生效，英国大型上市公司高管与普通员工薪酬差异将按年度进行披露，这是英国首次以法规形式要求进行此类披露。 首次薪酬差异披露时间为二零二零年初，届时相关公司将公布和解释二零一九年其高管与普通员工的薪酬及分配考虑。经过近十三年的太空穿梭，美国新视野号探测器昨天近距离飞越一颗昵称为“天涯海角”的太阳系边缘小天体。天涯海角距太阳大约六十五亿公里，比冥王星还远约十六亿公里，这是人类探测史上最遥远的一次星际邂逅。 新年前夕，法国西部雷恩市一处游乐园设施发生故障，导致八名游客被困在五十多米的空中长达八小时。当时，游客乘坐的座椅正好被升至游乐设施的最高点，却突然卡住，无法操控。经过数小时的救援，在一号凌晨，被困游客全部安全返回地面。 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节目，欢迎关注《经济信息联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了解更多资讯。您也可以关注我们央视财经的公众号。嗯，在元旦前后呢，四川巴中光雾的这个山哈是普降瑞雪。那么由于它的地处独特的地理位置，所以光雾山形成了雾凇奇观，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观赏。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就一起走进光雾山，我们一起来领略。同。